主料，鸡蛋两个，辅料，葱花，姜末可以不放，盐，味达美，准备的葱姜切碎，盘中倒入三滴味达美，其他酱油也可以，我觉得没有味达美鲜。酱油用少量凉开水冲开，放入葱姜，加半勺盐，用筷子搅拌匀，打入鸡蛋，放入蒸锅，用开水蒸5分钟，关火焖2分钟，出锅。很幸运，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